完了。什么？又中版权了？什么意思？因为碧莉姐的声音被 FB 侦测。真的？真的。为什么？断了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跟你讲，有没有超像？超像。我跟你讲，我下次一定要翻唱你的歌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再等二十年后。你真的？欸，你真的穿这样很适合你。真的吗？对对，你今天穿长颈鹿哎，不是豹哎。这首歌因为以前大家都会唱嘛，是，然后这一次那个又把它重新编成新的曲，然后他难怪对很厉害，然后他再加上他自己也唱，然后我的 MV 也是周导拍的，周导有听到吗？真的，周导很凶，现场不让，很严格的，他太有才了。真的，对不对？做汤汤，我在讲你，因为我会生哦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很会生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太可惜，因为我结婚了，我离婚的话再讲做汤汤，好吧？我要让他感受到满满的母爱。完了，什么？又中版权了？什么意思？因为碧莉姐的声音被 FB 侦测，中完全中版权，有断吗？断了。什么意思？中版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刚刚放歌的时候啊断了，全断，真的、哦？真的？为什么？断了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对啊，怎么样可以生出帅、哦？我真的会生哎、欸！你看我这么会生，这儿子又帅，帅又有才华，对，才华 又非常孝顺，对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生的？你就这样不跟母鸡生鸡蛋一样，来不及呢。来，怎么样可以当碧莉姐你的媳妇？你要什么条件？碧莉姐，因为我不会。手机不会电脑，所以你一定要会电脑跟手机。那汤好，现在你可以帮他争媳妇了，要怎么具体的条件？要很会宣，一次生一打，就可以组合唱团、篮球队。啊，有个人问我说，我到底我的豹纹有几件？我跟你讲，我看到快吐了。而且每次都讲，但是我还是看到了，还是会去买。难怪，而且不盖你哦。你想得出来的我都有，真的假的？你知道我的豹纹卫生纸不是盒子哦，是卫生纸，卫生纸拿起来擦是用豹纹哦。哇！对，冰箱给它包起来，花盆给它包起来。那我想问一个问题，那个做汤好看到他没有想吐吗？他已经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对，真的好，已经习惯了。那有客人问说，你的媳妇要会要敢穿豹纹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哦，你这是我们的家徽嘛，对，对不对？你当然要会穿豹纹的，当然，而且不要穿错，不要穿到长颈鹿。